大洗費啊，因為自己買衫，同埋我又唔想咧次次影雜誌都係嗰件衫啊，同埋要買一啲可能之前咧我未做 model 之前咧自己著得好沉嗰啲色，即係全部都係著黑色、啡色啡色咁樣，所以自從做 model 之後咧，咁我知道原來自己都要買多啲唔同色嘅衫喎，原來唔同場合唔同色咁樣。所以自己都會不斷咁樣去買衫咯，但又唔敢買得太貴啊，俾唔起嗰啲，所以就買一啲又唔可以太平，所以係好難嘅。我 casting 嗰啲衫，可能係啊都會㗎，有時會為咗一個 casting 去買衫㗎，係啊，因為自己可能真係冇，咁我又唔想，因為我自己咧係好即係好珍惜，同埋好怕麻煩到人哋，好怕。同人講話我冇喎，咁樣嗰啲咧，我真係會自己可能有叫你著咩衫嘅，我唔會同人講我冇，其實我會走去買咯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呢份，我好怕人哋覺得嚇咁樣嗰啲咧，係啊。